各位，十号飓风信号而家系生效。强台风韦森特凌晨两点钟集结喺香港西南大约100公里，预料初时向西北移动，时速大约系20公里，移向珠江口以西一带。稍后会向西北偏西移动。天文台话，韦森特现正掠过香港嘅西南面。强台风韦森特咧，就现时咧就喺香港嘅西南面掠过噶。咁佢個嘅眼壁咧就相當接近香港嘅西南面，咁啊為該區咧就帶來颶風噶。咁啊除咗風之外咧，韋森德咧亦都係為香港帶來頻密狂風大驟雨啦，同埋雷暴噶。咁啊天文台咧亦都係發出咗山泥傾瀉警告噶，咁啊大家要留意下啦。而黃色暴雨警告、新界北部水浸報告同埋山泥傾瀉警告而家都係生效。在台风之下，黄竹坑有棚架倒冧，压中停在旁边的两架车。现场是黄竹坑道125号葛亮雄医院旁边，高级职员宿舍的一幅大型棚架被强风吹冧，压中在旁边的两架车，无人受伤。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。